保主，我当然相信你不会信口开河，可事情屈指，还有待考究。希望保主不要如此草率啊！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我们跟他们拼了！住手！严，韩燕，快点逆小风走！ 叶少侠，快走啊！今天英铁没不死，是不会走的。你要杀他，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快走！红雪姑娘是为了保护你，你可别犯傻。 活着才有机会替你弟讨回公道，走。